女人要聪明一点还是笨一点才能让老公那个更爱你哈？我觉得女人要是特聪明而且还抖机灵，男人肯定不会爱，要太笨了这也不行。所以应该怎么样呢？在很多时候这种看破不说破，就聪明人偶尔装笨更容易打动男人。我以前有一个同事，她老公家里是农村，她是城市的，完了她老公往家里给钱她就有意见，结果她老公为了不影响夫妻感情，年终奖花点钱就给她妈寄过去了。她老公吧还不太好跟她妈说，就跟我媳妇说，她觉得她得给她老婆买个面儿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她这个媳妇就给她那个婆婆打电话，婆婆不知道儿子是背着媳妇嘛，婆婆就说，哎呀你们那个寄的钱收到了。她一听，怎么还寄钱了呢？但是她跟她婆婆她又不好说那个怎么样，她就说，哦，那行收到了，那你们就慢慢花吧。回头就跟老公打架，你背着我怎么怎么样。像碰到这样的事情哈，如果是我是她的朋友，我就会跟她讲，儿子给妈钱这个事儿，你根本就挡不了，如果你挡你说不行，她一定会背着你去做。所以如果以后老公做的事儿她没跟你说，你第一时间不是要愤怒说，啊，这两口子哈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第一时间应该去想一下，说是什么原因他没跟我说，是不是我之前他一说啥我就炸了。所以女人在婚姻关系当中就是其实就是这样，人家一说啥你就炸庙，一说啥你就炸庙，男人肯定不说，因为他嫌麻烦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想让老公把握住老公的动态，就应该怎么样，就应该跟他是一伙的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明知道他要给他妈妈钱，那你还等他说啥呀？到点就说，哎，你妈那边是不是该给钱了？就是你干嘛不去做这样一个好人？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通过别人的行为吧，去反思造成这种那个行为的原因。那当我反思多了，那我肯定就是啊，跟对方的这种关系就更和睦了嘛。